戴帽子的人，没别的。没了，我当时真的没有看清楚他的脸，他大概有我这么高，其他的我是真的都不知道了，你相信我。那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对不起，蚩尤，我当时看见你向我求救，我没有出来阻止那个人，对不起啊。那后来我问你当天的情况，你为什么又撒谎？我怕你知道了之后，就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。难道不是因为你想演男一的私心？我当时，我当时是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确实是我。但我事后我非常的后悔，我也想过事后要去报警，告诉警察我看到的所有的一切，但他就是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脸，你相信我。